再贴心再次提醒各位，好，会场内是眼镜。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佑维。这一次的颁奖典礼将会是我们一同见证参赛者们的创意发挥以及大家的优秀作品。无论今天的结果如何，都让我们向所有的创作者们献上我们最诚挚的鼓励以及赞赏。因为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共同见证了创意的力量，感受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让我们一起为每个人的付出大声的喝彩。今年投递的参赛房事有礼的作品一共167件，房事霸凌的作品一共288件，总计455件。哇，真是非常竞争，非常激烈，是不是？是。精彩的颁奖典礼即将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这样就对了。部长开的每一刻都很紧张。好，房子霸凌组哈，国中小组，我们也是大英雄。你们就在那看自己的同学被欺负，然后拍拍屁股走了吗？不，后来怎么办？他们欺负他已经很久了。对，我有看到，我也可以做这个。谢谢大家，原来他们都是大英雄。表演生动，剧情有趣，呈现的方式也是相当的创新，非常具有可看性。而且演员的口条也都非常好，肢体表现大方不羞怯，准备相当的充分。来，我们有请小朋友看向前方。耶、yeah ！来，要露出笑容哦，每个小朋友。哇，太棒了！ Okay, 好，同学，那有请一分钟的发表感言。这个是我们每个同学跟老师共同努力下来的成果。那这个霸凌就是一个很大的议题，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心这个议题。谢谢，好棒啊！非常的优秀。我在这边要感谢老师还有家长对我们的帮助，然后还帮我们安排时间，然后教我们如何去制作这部影片，然后也要感谢各个评审的肯定，让我们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谢谢。哇，很高兴能够参与这个比赛，好，谢谢大家。谢谢。那个真的很感谢教育部可以办这个比赛。那我们是高雄市左营区文福国小，其实我们没有什么那个优特专业的配备啊，但是我们就是编排微电影课程已经是11年了。哦，哇，所以我们难过，其实难过了高雄市的那个那个小编剧大导演啊，母语拍拍走很多年的冠军，那我们这是出生之犊来这边的第一次，就可以得到铜奖，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非常的厉害，来加一个掌声好不好？哇，恭喜我们以上获得铜牌。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个获奖的组别报告老师上台领奖，有请，有请，欢迎。